华中派出所环境警邱占志刚管员陈秀波等人，摕着大批民生物资探访辖区内贫困户邻人。是啊，你才打电话感谢者，感谢讲因甲你关注，安尼，因为寒天也嘛到啊吼，哎呀，添一寡较少的衫，啊，添一寡棉被出来底用的，啊，搁咱站长吼，站长嘿，站长，关注吼，啊，互恁讲安尼。即阵啊，安尼小天贴者，翁婿甲后生拢有精神障碍疾病，规家伙仔经济只好靠着施舍富人人做手工，规间厝拢是饲料袋啊，志工甲义员嘛做伙来做手工，加减斗三工。精神有疾病啊，然后住养护中心，然后他本身身体又不好，那儿子身体也不好，所以家境非常的辛苦，显辛苦，所以我们今天透过我们警友站，还有议员，还有企业主帮我们来赞助他，帮忙他。警察除了维护治安，其实为民服务嘛是重要的一环。华中派出所主动积极的态度，嘛让民众对警察工作有了无同款的观感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。